到吃蛇肉是什么意思？梦到吃蛇肉一般表示最近在道德上你的心里有一些愧疚，心中不断的在自责，建议你可以往宗教方面去寻求告解。另一方面，梦见吃蛇肉也可能表示你碰到了心仪的对象，想要发展进一步的关系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吃蛇肉，可能预示你会生一个女宝宝，但要预防流产。创业的人梦见吃蛇肉，可能表示你的经营会不顺利，三年之后会慢慢开始有起色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吃蛇肉，意味着成绩不是很理想，想要录取就需要多努力才行。